继续，我们请陈培珍议员发言。陈议员，请。好，主席，市长这次反对，我反对更新到的是我相信的那个报道。爱与包容，市长，我想这个爱与包容一直是一直以来的信念，但是这个爱与包容，当我到昨天看到我们的立法时，哪有我们市政府的那个传给你的一些建议跟策略的一个内容，竟然能够很快的流到民进党的手上的时候，我非常的触动。为什么？市长一直以来都说，你希望不管是前朝的官员也好，或者是地方市里的官员，你都愿意按一个来对待他。可是今天我看到这样的讯息的时候，我非常的惊讶。那只不过是一个内阁很正常的对市场进行一个策略，竟然能够落到我们绿营的手里面去，你不觉得很可怕吗？你不觉得我们市府里面充满了内阁吗？你昨天在市政报告的时候有说，你愿意相信我们方的手前朝留下的团队，你认为他们都愿意跟着你一起为我告市政打拼，我们肯定。我也相信现在在场在市政里面的所有绝大多数的我们的市府官员、市府的这些基层员都愿意为我们跟着我们市长去打拼，但是那极少数的人。所以不是啊，我在用我要从事的修炼专业经验，爱与包容，你可能要再重新去考老师你的对象。因为我觉得太恐怖了，我们事务里面充满了内部，而且我要讲的是，过去前朝在我们的民进党市长初选的时候，他们利用他们民政局的政治公办里面，对着我们三十五区的区长报告失利，要求他们要去补选，公开的哦，在那个办里面要求他们下次到请他们要去补选，他们有所谓的候选。请问民进党，你们有听他们吗？
要设立一个曾经讲的恩义，在成吉思汗画了一个大饼，结果呢，跳跳。为什么民进党去批判呢？但是我们才上一上来之后，我们左营这块地虽然北朝鲜不错，但是不改了，我们建议做国民运动中心。林副市长已经来了这边不小几次了，这个照片跟林副市长跟着我们还有在场的黄教授也有。包括晚上，为什么现在跑六点多？我林副应该有记忆犹深啊，他已经来了 N 次，包括我们试一下，包括我们公部门去会谈过，这一块也终于敲定要做国民运动中心。之后能够给我，因为昨天有领导听到市长做这个报告，很高兴，马上打电话给我，非常的感谢，要我电话转达市长礼物，谢谢你们，他们听到我们的报告了哈。还有我们的男子运动园区，这一块地也准备要做我们的男子运动园区的运动中心，好，当时我后来但是我们大概那边有五个里的里长一直在澄清，希望。说在这个旅游停车场是能够盖一个立体停车场上面，留一个空间给民众来做。所以这个案子我也听到，现在我们是做了相当大的善意。我也非常感谢我们李副告诉我们，当时在刚刚左营那块地的时候，你就告诉我们说，这一块地是刚好是第一个国民运动中心，你们兑现了，谢谢你们。你们才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你们做到我们前朝多年来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你们花一年多就完成。我不懂，再过来是男子做的足球场，160米，六七号动作，我跟市长们都有去。这个足球场也非常谢谢我们绿化局的用心哈。那这次的足球场里面也动工了之后，那边的里长还在那里有一个需求，也就是说，以上这三个场馆，我都希望我要办公室的，还有我们的。这个地方能不能同样的在三个场馆里面都是我们市民长期以来里长也好里民也好一直拜托是不是要给一个活动的空间，所以国民中心在看是一种星光里的菜头里人我家顶多的人没有一个活动的场所、哦、所以一直在申请讲了多年了，我们来自刚刚我讲的那个运动园区也一样，那边有画了5-6个里，严格讲来大概有5个里，也希望那边有一个老旧社区能够有一个群聚能够让你们活动的空间，但是一直都没有，甚管我们在议会怎么的请求，只有一句话，不好意思，现在不盖活动中心，但是现在男子运动活动中心要做了，礼物也告诉我们说那个地方可以考量一个变动方式，我们都非常高兴，里长也相当感动，这么有效率的事是很对，包括刚刚我讲的这个足球场也是我们运动中心一样的，南田里周边的生活中心他们那边都也是没有活动空间给居民的适当的地方作为一个市民活动的，所以他们也期待说这个足球场是不是也一样，这个三个地方请我们市民能够考虑，既然要盖运动中心你是不是考虑一下市民提的需求，所有人都进去运动设施完善以外，是不是有能够再增设一个让我们的市民能够活动的一个空间，让他们能够在那边有机会或者是办活动的一个很适当的地方，所以我非常感谢我再次代表我们这三个地区上面这几个里的里长跟我们市民告诉我们的市长李副市长还有几个我们工作的几个包括我们的业务跟财务，谢谢你们，你们真的太棒了，你们给我们高雄市民充满希望，因为一年半就做到，之前几年没有办法。那个陈议员，因为时间到了，我们是不是会后再请我们那个李副市长哦亲自跟您答复，好不好？好，谢谢。